龟，伊咧继续讲会下落花啊啦。哎呀，这海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这海龟子啦，我问一下啦，一斤吼带壳的，迄带壳的，迄咱去港口咧食的海龟子有无？伊这干那伊的肉尔啦，伊这就是干那伊的肉尔啦。伊这拢清肉，啊布浸拢无刷，伊这拢来刷，拢来处理啊。但是你要来煮，煮汤啦，煮肉羹啦，哎，这煮肉羹真正袂歹食，我捌食过。煮肉羹啦，啊无你要煮啥？我想者，啊咸啊肉啊，煮你啊哪煮啦？安尼讲较紧啦。这比咸啊肉煮较好啦，咱讲真诶啦。吓，啊无炒只高山茶啦，只安尼就好啊。一斤偌好吼？带壳诶，一斤卖偌济？带壳诶哦，我讲是有带壳迄种哦，一斤卖百八，挂壳钱哦，这较俗。这吼这无壳诶就对啊啦。这偌好一斤卖偌济？一斤上届无卖你200块啦。一包偌重？一包500公克？一包500公斤就对啊啦。这包落好卖较好卖偌济？我甲你讲，超过200块啦。我招一个一人买200块来，我招5个人去尔啦。我招5个人去，出咧楼后壁买啦。我招5个人去。你有台中彰化斗六这三个县市有。这200300块有人买，一公斤啦。台中在太平、大甲、大肚、潭子。3斤8毛1斤嘛。彰化在花坛。我歪到说，你阿哥有人买啊？还有今天的斗六。200块就好啦。这几个地方有。这海龟一千肉无人要吃哦，200块呢，这个人玩。你唔讲你平时无啊？啊！我著甲你教，你拢捌注意点。伊安怎要平时啊？煮汤啦，煮肉羹啦，用叉，嘿嘿，200块还有人要吃啊？哈，海龟子千把，200块还有人要爱？200块还有人要的吗？这200块无人要爱啊？这200块无人要吃啊？安尼啦，无我就较紧的啦。这一包唔要食过，只食看卖，100块还有人要爱？100块，100块还有人要吃啊？哈，100。100块海龟子1000，100块无人要吃。高先草长、玉桂长、永富长、100块无人要啊！海龟子1000，100块，100块有人要的嘛？100块，100块有人要啊？拢有啊！好，时间宝贵，莫趁。哎，你当下咧发挥啊？当时啊，要发挥的话，你等我一下，3点钟好不好？好啊，来来走。哎呀，是啦，你生活费，我是真心记得。我是很休息的，是那包的掉了。四台冰箱的大哥。老板，你啷几点就来呀？我啷几点来哦？老四点包就到了。四点包就到伊去了，要走啊？四点包的伊去要走啊？来来来来，阿姐啦，这皮包啊啦，这足简单，你这免夹吧？你敢爱夹？起步也免教啦，炒只骨瓜汤，恁等水就好，凊彩后白煮拢好食啦。安尼咯，我招较紧嘞，这落口一包，落口干那安尼超过200块，我招者100块有人要来无？100块。好嘞，好嘞，好。OK， 好，你坐咁咯。3个，4个，5个，6个，只6个。钱给我，钱给我。这直接小干那啥？2份，1份。4份。5份。六份、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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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份、8份，无你去你遐金条鱼啊，才8份。好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哦不，7份啦，我才7份。我带这盖给你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份。你哪来啊？没有，礼拜日在这里而已，其他时间在别的地方，在彰化跟台中。吴国乙刚够，还有，脸书、YouTube 都有，抖音也有。一份，加七分，一份，但我调，分。1、2、3，100块收多哦，会使行挂号啊，无要紧嘞。100块就收多行挂号啊。我等下再来。吴国宇蛋姐啊。加苏北北。100块有人买啊？加俩无啊？
谁的运气？哎，哦，龙五龙五，三个都有。来，下面来。下面来播一下。这个有人要来不？在在在。我问一下，这鱼板有人要来啊？这春江人山的无偌济啊啦，一百块有人要来不？最后一个啊，最后一个，一百啦。哎，这样子要风波鱼好不好？风波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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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蚵仔有人买来无？两百块。蚵仔两百，还有人买来？我要干贝，干贝我先干贝一下啦，这干贝啦，这大粒的，这要求大粒啦。等你买啊，就用奶油真正的就好啊，用奶油真正的啦。这用奶油真正的就对啊啦，这拢你无，我都袂拢袂做啦。这落口吼，一箍卖偌济？你去超市甲看，一箍卖500-600块，这两块我来啦，开千二，我借一千块，还有人买来1000块。1000块，够有人要来哈？安尼啦，大哥不啰嗦啦，500块有人要的吗？500块啦，这样子这两块比500块啦，两块卖1块卖钱啦。400有人要来无？400块有人要的吗？这两块干卖400块，300就好啦。卖啰嗦啦，这两块干卖300块哈。要四份。四份。来，好咯，4份。4份。三百了来，我找你耶！来，好，谢谢。这样不过瘾好吧？我得走了。来，我找你。好，我问一下，你讲咩啥哈？乌龟鱼啊！好，谢谢。乌龟鱼啊！八只好，安尼卖多少啊？十只好来200块啦，这12只好平200块，有人买来无？这14只好来，我照着这对要来200块啦，200块有人买来哈？嘿，大你要来哦，这两只搁12、200块落啊，16只好来200块啦，啊，你今日是咧啦？你啊是啊是啊，6只啦，8只10只啦，12、14啊，16只好来200啦，200块，够有人买来无？两百块，最后一个，两百块，八只两百块，够人买来？八只两无啊吗？
双子，你如果有办法马上到现场，我可以帮你留货。这两百号人要来，我这个一下这样。